ご覧の番組はシアオシー自動車からお送りします。ご覧のスポンサーでお送りしています。那上次已经吃过乌马，这次要吃什么？我今天就直接去金钱豹了，好不好？就让科比他们永远都追不到我们。哎、欸，好生气耶！台北来，我跟你讲啊，最近台北不是下雨下了两个礼拜吗？不是一个月了吗？我教大家说用最棒的除湿方法，开着你的车到台中来，好，来这边玩一天，窗户稍微开一点点，然后人去玩，然后车丢在那边晒太阳，马上就是除湿杀菌。你知道我们的店里面的车都快烂掉了，你知不知道？对啊，每台都快发霉。我觉得每一台吗，好像都要发霉，要发霉的感觉。它什么车？南无观世音菩萨。这是音菩萨，旧的还是新的？一样，跟上次的一样。而且我们那个还没上片，他应该理应不知道我们有买过，对不对？对啊，还没。对啊。好像连颜色都一样哦。是哦。哦。这个是2017年的以灰色1.6的，然后 I 哦，当初好像我们上个礼拜去台中是 IS 的嘛，这个是比较阳春的版本。正常来讲，我当时跟这个老客户之前跟我接洽过，然后我跟他讲，因为我们上个礼拜那台五门的价格一定会比较好，所以我们是收50万。那、这一台我们就是45万，因为它当初新车比较便宜，当初定价84.5万之类的。啊，因为我是看它跑18000而已，上个礼拜那也跑一张。你说台中人嘛，买车回来都不开，对，都不开的，3年都是开10000多。我来了才知道，他是真的4-5年前有去台北跟我看过车，然后后来他买了这一台。有点刮伤，好，吹不掉吗？哎、不知道，看客人在旁边一定要说吹不掉，一定要说没救了，好不好？弟弟兵要掏球，好 ，OK， 搞定，这么快？我跟你讲，4-5年前就来聊过，看过车，还记得我们，卖车还找我们，他会骗我吗？就算他骗我，我也认。心甘情愿，真的感觉很好。4-5年前，他觉得我们的服务品质还不错，虽然没有交易成功，可是他还愿意在。我、那时候没有成功。没有啊，那时候没有成功啊，后来再去买这台啊。哦。啊，现在要换更大台了，第二个要出小朋友出生。哦。所以你看，小四汽车是陪着你成长。你知道上次，来，我现在跟你讲。对。我上次那个，你记不记得我们有估一台那个森林人？Forest 的跑比较多的，里程数比较高的。嗯嗯。科P放鞋子那一台，那天他回来保养，然后看到我就跟他打招呼，哎、怎么了？他说他没有回来保养啊。小四，我跟你讲，我买了这台以后啊，隔一个月我就交女朋友。小四哥，那个我12月20几号我要结婚了。干这么快？我们的车就是我看太多了，有很多哦，一个人来买单身狗吗？死单身狗肥宅一个、啊，买了之后回去就马上都会。传那个讯息说小四哥，我交女朋友了，真的，这么用？我有遇过单身到交女朋友，到结婚，到生一个生两个，中间来换了3台车。你遇过当阿嬷的吗？当阿嬷的目前是还没有，好吧？我们百年老店目前还差92年，真的啦，这很邪门呐，真的，这很多啦。可是啊、有很多真的单身狗，哎、单身狗有没有比较好听啊？反正就是来哦、车买了以后，这有车好办事。办什么事？对不对？像台北现在下雨，你约女生出去要坐捷运哦，骑摩托车哦，还是要开车啊？至少说，哎、天气好冷哦，哎，我们去带你去阳明山洗个温泉，哎，有没有？然后去稍微试探一下，那我们就，应该你没有泡大众池吧？哦，有没有？哎，不可能带女生去，然后一人去洗大众池啊？勾狼谁勾狼哎呀呢？有可能吗？人家已经答应跟你去了，你不要傻到说哦，好来。这是你的大众支票啊，这是我的哈啊，等一下见啊！你妈的，你看这样，你他妈活该单身。我在坐高铁下来之前，我就觉得我是不是抱太高了？不然正常应该多少？我觉得应该会在40到45之间。可是当然，我来到这边以后，发现是几年前的客户之后，这个念头就没有，钱就已经不重要了。可是我那时候的思考点是说，当时他80万左右，大概是跟 Focus 差不多。那2017年的 Focus， 我们现在在收的话，如果 1.5T 的3.5代的话，会在45万到50万。好、哦，当时 Focus 两个等级，一个是759，一个是899。如果是899，17年现在在收，大约是在50万左右。如果是
759新车的那个等级的话，现在收大概在450,000左右。那我就想说，哎、欸、啊，这个当初新车价差不多嘛，所以我就想说，这个车跟 Focus 比起来，我觉得卖点不会比 Focus 少。当然不可否认，我很喜欢3.5代跟4代的 Focus， 可是我觉得速八路的那个扎实度跟它的品牌形象，毕竟人家是进口的、啊。哦，是进口的。对啊。哦，对，是进口。对啊。那、啊、你新来的是不是？忘记了。对啊，所以我觉得，哎、欸，这个车如果以这样子收价跟 Focus， 有时候我会这样哦、喔，就是车款太多了，有时候熊熊人家问你什么车，小四哥，我的车是几年什么车，剩多少钱？我们忽然要回答，其实转不过来，所以我会试着用这个比较的方式，好、哦，比如说当时新车价差不多的车有哪一些，好、哦，那如果说比如说 Focus 我比较常买，所以 Focus 的行情我就记得很清楚嘛，那我再来比，哎、欸，我觉得 Focus 比较好，还是速八路比较好，你 Impreza 比较好，稍微做比较，然后来增减，所以这样一比较起来就觉得这个，哎、欸，其实也没有很贵，好吧，好，那我们就签了。东梅，我是值得相信的，我知道。所以像你这种那么多年前来看我觉得你就可以观察到说，其实这些年我真的很努力的在累积我们自己的信用的。我相信你一定，因为你来的时候，我记得那个时候了不起十几台车这样而已。对对，对不对？对 对, 對。你知道我现在那边几台车吗？100多台。哎、欸，快200台。我有听说。啊，那等一下我们去吃肉圆。我们是那个慈善玩家，我们从慈善来的。他说：“啊，你上面在吗？我慈善玩家。”啊，是啊，我知啊，好假想起诶。啊，不是，我从慈善，台东慈善来的。听到你，我本来不知，来的时候不知道，刚刚听到你说你来看过，我就很感动。所以代表我们用心的服务每一个人是正确的。我觉得真的有差别，有差哈。三二一。有问题电话联络。好，拜拜。好久没有这么感动。我今天来第一个看到天气好感动，第二个听到这个，因为没买成还记得要找你，真是不错。你就知道啊，人帅还是有差，不是？对，你看人家就记得我们，我们服务还是很好的，好不好？那、啊、接下来是怎样，你知道吗？吃东西，买太阳饼。要买太阳饼，要买太阳饼、啊、我喜欢吃安民食，我老婆吵着要，这一定要买回去。我们已经有脚了，我跟你讲，我们本来坐轮椅来，不是、啊、坐高铁来，哎、欸，现在有脚了，有脚了就怎样自由了，想去哪里就去哪里，好不好？走。哎、欸，你有没有觉得这次隔音真的很好？嗯，我体验一下，跟我讲。这隔音超好，你听不到风切的声音，而且下面传来的也很小声的、啊。对啊，这隔音真的很好，而且哦。我觉得速八路的车是我开过的日系车里面呢、啊，结构最稳健的。觉得它开起来像什么，你知道吗？像日本的 Volvo， 这种结构全部绑在一起，这种扎实感、啊，你在开 Volvo 的时候也会感受得出来。真的，每台车开起来感觉不一样。那速八路，我觉得它开起来是日本车里面最有那种 Volvo 感觉的。你觉得你在开一个很大的铁块，你用想象，你会觉得你开着一个铁盒子。但是有一些比较软的车，你开起来是不会有那种感觉。这 CVT 油门踩下去也是有牛叫的声音，只是没有那么大声啊，因为隔音比较好啊。你看这中控台坐这么深，你们发现它这坐得很长，嗯，到挡火墙距离已经很长了，嗯，再加上它用料再好一点，结构再好一点，钢板再厚一点，引擎就到外面了，所以它有牛叫声，可是就是在比较远的地方。那 Kicks 又更近，好、哦、啊，某台车又更近 哦, 不要再炒作人家了，一台车在讲多久？讲到妈的，我自己那台也卖不出去。对，是不是都没人来看啊？对啊，被我讲到这样，没人要买啊。因为看到他就想要那个跟那个啊，一下开放天空。我跟你讲啊，大爷、啊，没有卖不掉的车啦，只有卖不掉的价钱呐，对不对？原本以为很快就会卖掉了，我也以为很快。我讲实在的，其实有时候哈，我坦白说，我觉得我自己觉得啦，我们没有那么大的影响力。嗯、我觉得说啊，我们讲这些就是同温层在看而已啊，哪有什么影响力？可是我慢慢发现，好像真的有一点点影响，我觉得不止一点点。所以代表下次业配价钱可以开贵一点，是这个意思，好不好？想听我讲好话吗？知道该怎么做了吧？耶！骂完达人就出动。你美食水水吗？嗨，我你美食水水试试啊！不是每次都在观察别人。那你还会谁？还有谁？啊，是不是这边的？这不能干掉了，几班啊？那谁？别好，不要讲。讲话已经了，大家黏在一起，讲越快越屌，就是这样。现在年轻人都这样就对了。
有没有？哦，小肠，啊肉，这个瘦肉，这个是有裹太白粉的瘦肉，就像排骨酥那种。对，可是它没有骨头。哦。对，还有裹太白粉。我想那个台北哦，板桥那边有一间肉羹汤，也蛮有名，生意蛮好的。它的肉羹汤是清汤，然后里面有打蛋花，像蛋花汤的那种蛋花，然后肉也是像这种下巴瘦肉，沾太白粉。汤是水的，汤水的汤就像这样水的，然后有加那个香菜，老板面线不要香菜，好不好？我想这个不能拍太久，这个脆皮的，你看这皮，就你上次讲的，你看，脆皮，没听到？我是硬的，没听到？脆皮的，好，所以要快点吃，看到？整块的瘦肉，而且这个酱就是我之前分析过的，台中的酱都是黑酱加白酱，它黑的是什么？黑的是酱油，白的，白的是甜酱。然后彰化那边是用粉红色的，对啊，我只吃过粉红色。对，台北也都是用粉红色的，所以只有台中。我讲粉红色那个都是买冷冻的回来炸的这样子，然后就富江包。对对对对对，那都批发的比较好。那、啊、像这种就是自己做的，因为哈、哦、以前我阿嬷会煮，这种白酱要自己用再来米粉去煮，所以这都自己煮的，外面买不到的酱，所以你只要看到有白酱的那个酱，应该十之八九都是自己煮的。而且你看这肉那么多，你看，你看这肉那么多，超多啊！它皮多薄，你看这皮，这皮很薄，有没有？那笋子也超多的，它的笋子多到我会用筷子这样一捞捞一堆，对，一捞很多笋。对，它是会的。点你没有用吗？汤也好棒，清淡。它这个汤哦，没有什么调味，就只有这些食材的甜味而已。你刚吃完这个，喝这个清淡的，整个就很舒服。一般霸王味道重，酱多，这个也味道重，怎么样？啊，吃完就能够暴躁起来，不用牙牙。又牙签，太燥了啊！阿呆的美食评分了，几分？几分？总分几分？十分。这个，对，两个加起来几分？八吧。八、哦，这么高？这应该是人生吃过最好吃的。真的假的？哇，这么会讲话、啊。不太喜欢吃霸王。你不太喜欢吃霸王？对啊，我讨厌吃到 QQ 的东西。所以炸的酥酥的可以。酥酥的比较好吃。哦，有没有？想要跟阿呆做朋友的人知道了，阿呆喜欢吃的是硬硬脆脆的东西。不错，这样总共花了140两个人。哦，蛮便宜的、啊。一人一组啊，一组就35、35、75啊。35啊，对，一组70啊。可是哦，真的当地人他们所谓的一组有没有？嗯，是两颗霸王一个汤。是两颗哦。两颗才叫一组啊，你知道吗？我不知道，台中的惯例，台中的惯例不是只有这一摊哦，大家都是这样。还有他们会有那种大的碗，就是一次就是装两颗。是啊、哦，你点一颗就是你外地来。所以只要在台中说话，一煮就是两颗。没有，那我说的。这也习惯性来有没有？嗯，就是请你喝茶，然后一人会给你一片。你一进来，二话不说是先给你。以前是进来就是先给你一片，然后就给你一杯茶。他、现在学聪明，你没有买他不会给你这个，哦、但是还是会给你茶。哦，我觉得啦，我觉得是学聪明，因为以前一来他不管你有没有要买，他一律都先拿一片给你。我也是买几十，应该10年超过了。我念书的时候就很爱吃这间的啊，他这一间我喜欢吃，他新鲜的时候，他新鲜的时候你看米咬下去以后啊，里面的那个麦芽会这样流出来，膏状。辣椒酱，好吧，来台中吃下吃这个，是什么你知道吗？阿姑旺，哎、欸、哇，謝謝，看看有剪片就记起来了，阿姑旺，一组，啊，这样就一组，一组，我发明的，是不是软趴趴的吗？第二摊了哈，它卤蛋超黑的，对啊。卤蛋要黑的，好看起来好吃。它要变铁蛋了吧？它有嚼劲才香啊！对啊，你看它卤到这边来，你看。对啊，就是半鸡蛋啊。
什么？它卤的颜色卤到里面来。你如果父母要出远门，你还很小的时候啊，比如说国小，你要叫小朋友喂狗，定期喂狗，你要怎么样小朋友才不会忘记喂小狗？你就跟他讲说，哎呀，妈妈出去三天哦，啊、你就每天下放学回来，你就喂一汤匙饲料，好、哦、喂小狗。啊，如果你忘记喂也没有关系，啊、哦，它如果死掉，你就先把它冰冰箱，啊，我回来再处理。啊，我跟你保证，每天放学回家第一件事是干嘛？喂小狗。喂小狗。你信不信？太恐怖了吧！你信不信？啊，那保证的吗？下课第一件事情哦，也不去跟同学玩的，先冲回家喂狗。谁会这样教小孩啊？这很棒，好不好？但会不会？它上面有一块肉是有三层肉，对，有瘦的，有肥的，五花肉，就是因为这样有油才会香。我跟你讲，这遍比上桌台中人一定都吃过，所以不用太多介绍，好不好？下一站啦、啊，几分吧？八分吧。八分了。对啊，这样就八分了，就是八分了。我吃很少哎、欸，你不要跟我呛说你喝水都会胖，我真的喝水都会胖。讲屁耶、欸，真的。我这妈的什么最不信这种鬼话了？看，我们这样吃三摊会不会太狂？对啊，会不会吃太饱？你还吃得下？我有点饿。没有啦，那是为了要介绍大家美食，带阿呆去吃一下美食，好不好？要不然我跟你讲，第一间脆皮霸王吃完就可以马上滚回台北了。你又不喜欢吃霸王，应该可以带你去吃我从小哦、喔、一颗五块开始吃的那间，好。那现在多少钱？现在好像25。以前他一个老先生哦、喔、推着一台推车，那时候一颗五块。现在还是推推车吗？没有，现在他儿子接了，然后开店面了。哦。然后一颗变成，他就慢慢涨的啦，五块、十块、十五块、二十块、二十块，现在好像是25。30，差不多了，30其实差不多。我记得小时候吃一颗五块，它这个就比较小，哦、它这个皮是属于这种比较 Q 偏，这个是就是偏软，它其实它偏软，因为它炸的，是炸的，确实炸的。然后它的肉就是这种整块，这个就比刚刚那个脆皮的料还要少一点啊。这家的酱汁就比刚刚那家好吃，比较有味道。对，它的味道不是偏甜。比较温和的酱料，不是重口味的。刚、哦、吃米糕那是重口味，对，又咸又香，猪油下油。嗯，它第一间的酱是比较没有味道，第一间这个比较淡，对，淡淡淡的。它这一间就是比较温和一点，但是是有味道。然后它这个肉也是用胡椒去腌过的，胡椒味比较重，它皮蛮 Q 的，有点嚼劲，你不会像那个蒸的有没有，一咬就烂掉。嗯，它这个你给它吃，你可以，它嘴巴里面还是有点像口香糖一样，就是你可能要咬个几口，才有办法把它咬断。那这家几分？我让三家打几分？八。六吧。六。啊，米糕嘞？米糕应该也八，比米糕蛮好吃的。哦，米糕你也很喜欢哦。台中的东西都这么好吃、啊，还不错啊。台中，我跟你讲，每个人心中对不对，在自己的家乡都会好吃的东西呢。啊，我们就直接处理回去了，好不好？以前也常来买，是啊，你有买过？有啊，我买过啊。你以为我是路过？哦，你只是路过看，好大根哦。它这个是在五权南路往过中民南路。你知道在台北三只这么大只，你有可能200吗？不可能啊，是一只就。你刚刚有拍到那个多大只？你在拍它在烤的时候多大只？对啊。好了，直接杀回台北了，好吧？今天的收车加阿呆美食之旅，好不好？喜欢的影片要记得订阅、留言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，下次见，拜拜。还有 IG， 对、啊、IG 有看吗？有啊，你现在要多多宣传了。好，要记得哦，拜拜。来啊，你想不想在台中结成就？就是对那个黑色的 BMW 按喇叭、啊，会怎样吗？不知道啊，不知道，你是不知道会怎样啊？你是啊。看啊，等一下我们哦在台中开开，然后看到有黑色的 BMW 哦，我们就直接按他喇叭，要不要？觉得如何？可我怕我们回不去。看我开错路了。我告诉你，阿呆，我也觉得我昨天才退伍而已。你妈不要猖狂太久，你猖狂不了太久的啦。我是过来人的心态，很认真的告诉你。哪里猖狂？猖狂？哎，不要自以为很年轻的样子。没有啊，我也不年轻了，好不好？我很讨厌讲这种话，就是妈的，就让人觉得听起来讨厌，不知道为什么，莫名就一把火压起来，干，
啊，我们今天忘记解成就解锁，对黑色 B N W 按喇叭、啊。对哦。下次你开车的时候你再试一下，还是不要试。不要试。啊，下次再给你试一下，好不好？不能搬一下、哦，小心异味浓厚一点。